你也歹去啊！吴总，那么晚几下？你为怎闹？看起来你是无同款。你莫误会啦，我无白意思，我只是要甲你说多些。哦。应该说多谢的人是我才对啊！若不是你及时通知董事长提本票去投标，恐惊我甲小孙因几个拢会因为办事不力，被人失头了。虽然讲这个过程有小较危险，也毋过最后还是顺利过关啦。上重要的是，你予我有机会伫阮爸面头前重新扳回一城，我一定好好感谢你。你敢会当带我去一个所在？哈？你好，先生，今日想要看什么款的精品？今日即马上新的鞋拢摕出来，可以试穿。伊是七，我看是38号。来，这边请下坐，我先马上安排。吴总，原来你是带我来买鞋啊？这鞋啊，拢伤贵啊，不是我买得起的，我还是先来去好啊。有我伫的，你免惊，你先坐啊。安怎？我看到喜欢的，搁换另外一批。啊，不是啦，是。雄雄看到这么多双鞋啊，不知道要怎拣。我看这双，有花的这双真适合你，那我的这双。先生，你眼光真好，这是限量款的，一个寸尺敢那有一双。阮店拄啊好是38号，嘛拄啊好是小姐的寸尺。好啊，你穿看卖。穿这双鞋啊，真好看。你感觉安怎？确实是真水，穿起来嘛真舒适。这双虽然是限量款，不过价钱就实在哦，才5万8而已。哥，哇，这是我一个月薪水呢，我哪会买落去啊？我感觉这个官大收官还是蛮好啊。官大唔才官才好，恁做业务的人气势上重要。你穿这双鞋去见客户，你才会当把全部都拿下。啊，唔过，卖过啊，唔过啊，穿好的鞋才会当行好路，行有更较好的未来。这双，买单，我送你，当作是我对你的感谢。集团这么大间公司，这么多人才，我是看恁会去，才把这个礼物交给恁。我好心给恁机会，这个温情不用谢多谢。真歹势，这份温情我承受不起。你讲啥？我的意思是，阮四个人伫咧阮的部门已经有真多代志爱做，你临时伫咧进的，爱阮挂出资格标。所以，我原本的工作已经受到很大的影响，请副总让别人来做。恁几个是领陈小春的薪水，看伊的面色在做代志。副总，我这季 KPI 要达标，我真正无法度再接其他 case。阮财务部的经理请产假，我是伊的职务代理人。是。
阮客户部的人力已经足紧绷啊。那真正找无人，我也无法度啊。恁确定无爱食？所以你的意思是有功无赏，打破要赔。副总，这是你负责的标案，请你另外请人做，莫大家拢想要共拗。机会给你面，你却这么不知影好歹，安怎？你就是讲董事长甲你学了，你的妹你就要翘起来是无？我只是想要解决问题，我无想要手工咯。小春，别跟我讲啊。四叶草，恁就是讲恁是公司的幸运草，哈，笑死人啊！恁只不过是。人人拢会当带一支草，领阮家薪水的狗，阁想要对主人乌白乱吠哦？无想要做狗，想要做人，会用的，袂做就倒去食空气。副总，这标案会当通过资格标，小春伊的功劳上大，若不是伊熬夜收尾，我根本就不。你今麦是想要替陈小春出头？真正是姐妹情深。好啊，买走就做伙走，我一个拢袂留。买走就紧走。等你保恁位置的人满满是，好，我讲。认清事实，恁就是做社畜的命。以后上好乖乖听话，搞我哄台的好势。伫个盛发，只要有一嘴饭，通好食。真正就好穿的。头家，敢袂使予你花个优惠，用伫伊上予查某囡仔穿个鞋啊？我想要送予阮女朋友个。当然无问题啊！头家多谢你。定哦，定定加班到遐尼晚，我无食，行行，我阿姐予你。莫讲我今日跳怎么行来，阿姐糖醋排骨予你。好，多谢阿妈。我妈的糖醋排骨哦，我的白饭会当加食两碗。来，我带你去物件买好咧。你为什么要浪费钱啊？我也不需要什么礼物。放心，是你需要的。啊，小春，啊，你的衫是安怎？一大片。无啦，我都今仔日家己无洗，家己擦倒去，我等下洗好穿去就好。是不是恁常常在讲迄女魔头找你麻烦啊？无阿妈，我甲你讲，迄个女魔头伊就是一种仗势欺人、霸道千金。阿不过你免烦恼，我就怕伊看到我就闪，伊唔敢欺负我啦。
阿玲当初丢人嘞，伊刚刚看遐尔阿爸，真唔是嘞，阮当初丢人就好诶，那不是对员工真好，啊个员工福利嘛真好，发的奖金嘛袂歹，早就跳槽了。今仔日当处长哦，我特别欧罗小顺爱大家加向伊学习。嗯，真是嘞，恁当处长这么欣赏你哦。嗯，所以我今仔日心情足好，要加食一寡。嗯。啊对啊，恁公司迄个美丽家园的建案，当时要开卖啊？嗯，我昨下要宣布嘞，啊，不过你家己要开卖啊？嗯。妈，嗯，你想要开卖啊？嗯，我想讲买三房两厅，啊上大迄间哦，就以后留予恁哥哥也搁有冬雨做未来新婚的新房。啊，若是有囡仔哦，啊，我留一间予囡仔做房间哦。哎，你想无买四房呢？安尼至少买四五十平，安尼贷款也袂少。啊对啊，小春，恁公司刚真正有员工过？有，但不过名额有限，所以我认为还是要掌握资讯，赶紧把这个名额抢起来。对，这个美丽家园是安迪副总负责的，啊，伊甲恁业务部较有接触，你是不是会当去甲伊探听一下？我先找机会试看卖，只要咱知影时机，就会当赶紧甲定金准备好。安尼我知影，我嘛会两早家己准备好。我早个差不多啊啦，啊我先等你房间休困，啊恁豆豆食，吼，嗯，啊这我较早了食。你食。是嘞呢，我搁伫咧替阮爸行销，买厝的代志真正无法度斗三工，够三百嘞。我早就甲你甲阮哥算做一份啦，对吧？对啊，只要是冬雨的哦，拢算我的。你哦，吃亏的代志，佫笑遐尔欢喜。因为我爱。拜托，放较尊重的。伫我这单身狗面头前撒狗粮，我看袂落去，我等来帮恁讲啊。再见。等下我食个饱呀。啊，对啊，趁小春无在哦，我去接。你把手机给。记得你的鞋是三十八号，头家特别送我成本价。我看这双鞋就适合你的，我就买啊，敢有介意？只要是你买，我拢介意啊。那你我替你穿。来，你肯定加看卖啊，若是无下卡哦，我给换。真呢，哇！一双好的鞋啊，会带你行向美好的所在，这句话真正无唔对。紫薇，多谢你。你讲了无唔对，咱一定会行向美好的未来。